系统就是正确的，它就是应该做工给你的。所以赚钱呢是靠系统的，哦，所以要创业呢就要有一个平台，平台呢就要里面要有人脉，就要想去招这些人脉。所以这些人脉呢是靠这个产品，它就会一直回来嘛。所以产品呢他们会回来呢，就是因为有一个交易。那么今天呢，这个就是我们要谈到的。那么很多人的收入，今天我相信是在打工，大多数都是以打工为主。所以这个打工怎样讲都好呢，当你手停口停，你的收入就是停了的了。就是说假设有一天老板裁员了，或者是健康上不允许了，我们的收入就完全被影响很厉害了。那个就是我们要看的这个要点了，那么今天我们要相信一个赚钱一个精神，他们是很重要的。这个赚钱跟这个精神哦，他们是绝对影响了你这个经济，你的整个努力。那么很多时候一个 marketing plan 啊，我们讲一个市场计划哦，很多人都是用那个角度先来看那个 marketing plan 能够赚钱吗？我没有排斥，但是为什么这样多人他在一直在寻找一个 marketing plan 的时候，他做到他开始没有做的时候，他会讲一个 marketing plan 会赚钱，他做到一个正职的时候，他真的可能也赚了一些钱，但是他又离开了。这个就是出现在哪里呢？出现的就是那个状况，就是那个精神，他没有那种精神啊。这个职度他能够自发吗？带领你吗？如果只是赚钱是靠你个人的去努力呢，这个就是一个问题了。那么今天呢，就是很多人的最大的杀伤力呢，就是缺乏这个复购能力。因为所有的制度几乎啦，在这个市场它都是要叫你去缅甸的，然后这个缅甸如果一没有缅甸的话，这个钱就飞掉了，这个就是市场的一个。那么今天这个理念跟这个精神呢要正确一点，我们要做一样东西，我们要先有一个方向，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方向。所以今天很方向是个人，每个人都不同的。我的方向呢就是利用保健费，每个人都要为了这个健康，所以他要去买一些的营养保健品来去吃，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费用。所以如果有一个制度呢，能够把这个个人的保健呢当做是一个平台来创业，那么这个就是我的方向。那么目标呢，就是怎样把这个消费组成团队的一个生态。那么行动呢，就是要有复购，要有分享你要怎样分享，就是要看你个人有没有去好好的你了解，你对治这个产品，你不需要去学到很厉害的。有时候很多时候啊，人家会来买一个产品是因为他看到你的健康越来越好，他就会问你，所以这个就是分享。然后当他分享的时候，你分享的时候他就认同的时候，他就会来了。那么每一个人最大的一个挑战呢，就是在这个生存的空间。所以什么叫做生存呢？就是每一个人的时空，所以人需要时空去学习了解明白。就好像今天你要学习，因为可能你从来没有认识到一个怎样经营或者一个产品，所以你要去学习要很多时间，你要了解要花时间，你要明白你也要花时间。所以总一句的说呢，这个时啊就是卖给老板赚薪水，很多人把这个时间啊交给老板的，所以业委或者业头就是开始拿薪水。所以何时是自己的时间呢？这个就是要看自己的咯。第二呢，就是那个空时空嘛，所以这个空就是找不到机会，找不到这些平台。所以穷不是问题，没有机会，找不到那个机会才是真的问题。所以一个人啊，他今天能够赚到钱不能够赚到钱，基本上是跟他的口袋是没有关系的，可以说他只是要做一个最大的分享，就是他没有本事复购，他还是有这个机会。对不起啊，等一下有人进来一下。
今天我们要先了解这个市场计划。我们的 MO 的市场计划呢，是基本上是有四种收入，每一个收入呢就是表决的，就是当你的组织或者你的团队或者是别人把它放在你的整个组织的那个下面，只要他有买，这个就是秒结计算。但是如何计算，它是以每星期日做总结的，所以就好像今晚的11:30到12:00，这个系统就是都会总结，那个你的收入呢就会开始运作，不管是银行、连接、借店，然后呢就开始调查，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大概有一个礼拜后，这个情况会有很多银行系统哦，是。请大家就帮忙自己用掉你自己的那个你的那个音啊声响啊、哦、就自己去 mute 掉了，去里面 mute 掉，方便大家了、哦、方便大家。所以你不会的话也尽量去学，去问一些人、哦、要等一下我们在讨论的时候你才来问、哦、那么这个四种收入呢，就是什么收入呢？就是第一，就是推荐奖金、间点奖金、对碰奖金跟对等奖金。那么这个如何计算呢？它就是70%，你所赚的就是70%是 cash， 然后就是现金，30%是领取分数，这些分数是拿来买产品，也是当做美金的哦。所以这个就是它的计算法是分成70跟30。今天我们也要了解这个后台系统，我们要了解市场计划，我们也要了解这个后台系统呢，就是这个第一呢，就是如何在线上注册新会员、哦、那么第二呢，就如何在线上购买产品、哦、所以这个产品呢怎样买呢，就是它就是有一个产品的那个价位，就是 product point。所以这个 product point 呢，就是有三个价位一起加起来的，就是 register point、redemption point 跟补贴，公司的补贴。所以当这三个加起来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公司的那个价位所定的，就是你就能够买了。那么第三呢，就是如何检查收入。所以你要怎样去找到你的收入是到底赚多少？啊，我70%，我30%，从哪里去找出来？那么第四呢？怎样知道我的这个钱已经给公司转移开始？转移就是说转移去我的私人户口，它是在哪里可以看到？看得到，就是我们的 withdrawal。这个 withdrawal 呢是自动的哈，你不用自己去做 withdrawal 的。系统就到了，时间到了，它就是自动做的，你不用去担心。最后呢，你一定要去 update 这个 profile。如果你没有 update 的话呢，这个银行是不放钱的，就是你看到那个钱，公司放钱出去了，就是汇进你的银行的那个连线的，银行也是不会放钱的哦。这个就是你要去做的一些基本工作。那么今天我们先来了解我们的四个收入，刚才我所讲的就是推荐奖金、间点奖金、对付奖金跟对等奖金。那么这些四个奖金呢，就分成，如果计算就分成两个部门，就是我们的70%，就是这个钱是从哪里来呢？这个钱就是你的总收入的70%，哦，就是。这个收入是来自推荐奖金、间点奖金，还有一个对碰奖金哦。对不起，我这边没有改哦。间点奖金它有四个收入：间点奖金、对碰奖金、对等奖金跟推荐奖金。这个加起来就是拿70%，就是叫做 earning point。Okay. 另外呢，一个30%的也是，就是跟它一样，推荐奖金、间点奖金、对碰奖金跟对等奖金。它是这样而来的、哦、所以这个钱就是时间到就转移去你的这个户口了、哦、
那么这个 e-voucher 的是五天，这个 register point 呢我们叫 RP， 就是你要买产品之前你一定要有一个 register point， 或者你的 reception point 要够，它三个加起来就是这一个 register point 加上 reception point 加上这个 e-voucher， 这三个加起来要等于那个产品，所以这个 e-voucher 呢是已经是固定多少了的。如果你没有，你就要去补，或者你就要去想办法啊。你不会，你去找大麦，他就会教你怎么做了哦。所以讲到这边有问题吗？有什么问题吗？你先了解这些，可以发问呢、啊。可以啊，可以啊。我，你用心，我改一下好吗？改一下哈，我现在发问就举手哦。啊。哎呦，你们这么厉害、啊！我跟你讲，上次我把别人当了鸡巴给你吃，他前次都当了保姆。我那时候已经是你的硬邦邦的鱼了，他再来吃火锅，我现在在水里游，这样的保姆有没有问题？好吧，国内首创的鲜活微动技术啊，不仅可以让您见证这样的。就请问，请大家帮忙，请大家帮忙把这个声调，你自己的，它影响了很多人。啊，就是这个，没有他，啊，没有，我就直接给你讲下讲啊。老罗讲啥呢？那个 Manson 啊 ，Manson 啊 ，Manson 在哪里啊 ？OK， 好。罗书记啊，罗书记啊，李秀玲。手机在哪里？有手机。你刚才在 W 话不讲讲搞，你就不讲。找不到嘞。李秀玲讲话。李秀玲啊。有 S 有 S 有 logo 有 S。李秀玲可以啊，来。还有吗？还有有 S 罗手机。OK。罗书记，我不能关哦，这边啊有关了 ，OK， 谢谢大家的走哦。那个 OPPO 了 ，OPPO 啊，在哪里 ？OPPO F1S， OK， 看到了 ，OK， 没有聊了哦。你要问就举手，举手然后就开门啊。OK， 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再复习一下，就是说每一个人一定有这四个收入，就是 Direct Sponsor 推荐奖金、间点奖金。对碰奖金跟对等奖金，所以他们的总收入呢，就是你拿70%，还有另外30%呢，就是你的分数购买产品，那么就做一个比例。Direct sponsor， 当你保荐一个人，你一定有一个白虎，你保荐，我你保荐你就得了这个推荐奖金。对，这个推荐奖金呢，就是分成70%，就是105块。另外一个30%的505块呢，就是45%的分数奖金，这个就是他这样的猜出来的，哦，这个就是他是这样的计算法。那么你还有第二个奖金呢，就是间点奖金，是给你10成免费的，没有条件的。你有没有买？你有没有去推荐？你有没有去保持你的个人的每个月的业绩都不重要，你都是照拿钱的。好、哦、你就是有收入。那么比一个亿，今天有一个02就放在这个亿下面呢，它就有一个30。对，这个30块呢也分成两个部分，就是70%是现金，30%是分数购买产品。那么他给你10成，你就这样的拿，只要有人在你的10成之内，就是拿到足。没有一个条件可以 block 到你，不管，哦，他持续一直这样的买，你就持续这样的得，啊，这个就是第二个，你的收入。对，第三个收入呢，就是你的对碰奖金，有27成，那么它也分成70%跟30%，对，这27成呢，就是10、10、99，看你的那一层哦，所以也看你的等级。你应该拿多少？最后一个呢？收入呢？就是你的对等，就是你保荐的人才有得到拿对等。对等，你没
如果只是别人的组织放在你的那个组织下面呢，你不会拿到对等，这个对等奖金就是你的团队真正是属于你的团队的。那么这个间点奖金呢，就是比一个亿时辰，刚才我所讲的哦，那这个系统呢是很容易复制的，你也不用去学习的，所以它是给消费者更便宜的消费，当有人在那边下面购买，你就得了一些利润的，就是一个 group 的 sharing， 就是给消费者轻易转换成经营者。很多人他需要的时空来学习这个产品到底是什么，这个经营到底又是什么，这些都是我们要去正面去理解的。 OK， 来，现在呢我们整个市场呢，就是假设你只有一条单线，就是有一个人在下面他找两个，就变成四个，每一个人他们在下面根本你没有去做了，这样子讲了，这些人全部一二四八十六全部都是不是你的人，你的工作呢就是要拿到这个现金总数5090，你知道怎样做吗？保持一个业绩最少140块，如果你是 diamond 等级上了，你就要保持560，条件就完了。对，这个就是只是你曾经有一个时间，那个时空里面你也不懂，你就是买了这一盒，注册了一个会员，只要将来有这十个成的人在你的整个团队里面，你就是拿钱就对了。这个就是一种的凝聚力的精神，所以这个精神有在吗？这一个制度呢，是不是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精神？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讲的，所以当一个精神崩溃了的时候，那个动力就没有了。那么今天就比一个亿，你已经进场了，你可能就开始去做分享，你得了一个白五块，你就得了一个70%的白五，就是105，你也得了30%的白五块，就45。那么因为我们是第二个收入，就是你的见点，这个见点是这个人你保荐的放在你的第一层，你就得了一个30块的70%，就是21块，总数你就得了一个126。到了今晚的11:30还是12点，他就总结，这一个钱就是开始转移去你的银行户口，扣一个5%。就是真正进入你的银行户口呢，就是149.7，另外的那个30%呢，就是54块，就是180啦，180分成150乘30，30乘30就是45块加9块，这个54块呢是给你来做消费的。所以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消费，因为大家都是在消费这个保健费用，就把这个消费一个团队的力量，团队的力量就是到就让大家有机会赚取团队的一些利润哦。那么这个就是你的户口，你会看到一个126，就是你的现金扣一个5%，你就会拿到119.7，你也会得到一个54块。啊，所以你的总收入是180，啊，这个就是说你的真正的收入。那么再下来，你有maintain money，你有保值不够了，你就可以开始得到一个56块加一个180，因为你又保荐了第二个人的话，你的总收入呢是416，你的总收入是416。所以它是这样的拆分出来的，就是白五的70%，见点的七十八先就30块，然后呢，另外一个白五的30跟见点的30块的30%，所以总共呢，你会得了这些钱，因为你有保持这个业绩，就是最少一个140，当做一个普通的会员或者是一个卢币啦，你的总收入呢就是416的70%。
你真正得到的就是291加上124.8，所以你这一例就是第一例，你就有一个124.8，你看到吗？这个124块哦，你基本上当你这个下面有两个人出现，你保荐两个人罢了，这一例就基本上是免费了，你一定有这个收入了，就是你只是需要补贴一个16块，这个56块就是你 guarantee 拿到了的。所以你这样知道你有保，你有 guarantee 拿到这个56块，回来看这个 expiry date。那这一个人呢，他因为上个月有 maintain， 他上个月有 maintain， 所以他的这一个对碰奖金就能够维持到这个月为30号。如果他没有 maintain 这一个月一个月，那么下个月因为他到30号，这个是指我们的对碰奖金拿得到吗？你的对等奖金拿得到吗？啊，这个你要知道，没有知道，你看这边 earning point date expiring date， 哦，对，这个 expiring date 就是这一个人，他今天可以拿到对碰的奖金跟建啊没有啊那一个对等奖金到30号为止，到如果他没有 maintain 的话啦，这一个月6月份下个月他的那个对等奖金跟对碰奖金就像这样子了，哦，就拿不到的了。OK， 那么对碰奖金呢，就是不保荐也能获得对碰奖金的，哦，就回来看一下哦，你有保荐没有保荐，这个对碰奖金都是给你的，这个就是我们的特点，哦，就是不保荐也获得对碰奖金，条件只需保持符够，不同的等级就获不同的升的升层，你的到几层，啊，这个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因为他有保持符够，他一定有一个对碰奖金。所以这个对碰奖金不是以分以什么一个 BVDV 还是 CV 啊还是 SV， 它是直接你买的那个产品的价位，这个产品你买560它就560的 10%， 我们不玩这一个产品的分数，因为产品的分数哦，有时候啊很多人不理解，他讲到他的payout 是多 high 多 high 的时候，哦，你听了那个8%很舒服，但是你没有想到，哦，你买的时候560可能它才剩下那个 SV 还是 BV 还是那个分数可能剩下280了，它已经把它切掉一半，切掉一半了，人家他跟你讲我们的 payout 啊是 50%， 哇，你讲很高很高，但是你没有想到那个你付的560其实它给你的只是那个 50% 的280，我们没有这样的，我们是直接以这个价位的。Okay， 那么这个对碰奖金你不要低估它，它是没有封顶，它没有消分，它是全程拿完，就是看你的那一层有多少它就拿到多少，所以最少你有80%，最少你有80%到27%的总收入，所以这个就是你的 ranking， 所以这个就是第80%罢了。你今天就是不懂，刚刚好有一个人他真的要帮你的话，他就跟你排一些人给你，这样排一下，可能你就有一笔钱了。那么这些80%的人未必是你的人，你还是可以赚到那个满的满台啊，就是这样的了哦，就是80%你就可以拿到这个又有人在讲话。OK，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收入是这样的哈。那么第四个收入呢，就是一条线呢，啊，就是说你的主治，你的真正你保健的这个黄色的人，他的总收入，你就拿他的5%，所以他的总收入416喽，150+150+30+50+56，就是他赚了这个黄色是你保健的他，他赚了416块，你就得了他的416块的5%，就是20.8元，加上你因为保荐他，你还有一个推荐的奖金，还有一个这些三个人的间谍奖金啦，就是两个青色，两个
啊，和一个黄色的，啊，这个就是你的总收入。所以基本上呢，这一个收入是多少，你知道吗？200多。那么对等奖金呢，就是也跟做你的等级，你只是一个普通会员，你会拿到2代。你是一个 Ruby， 你会拿到5代；你是 Diamond， 就会拿到第七代了。哦 ，Black Diamond 就8代 ，Crown 9代 ，Crown Ambassador 就是10代。如果你能够拿到这个10代，我跟你讲啊，你每天都是在看到钱一直，好像你有一个印钞票的机器在你的家，每天都一直在印钱。哦，那么你不要看这个小小的收入哦。你的总收入只是一年的，你有一个，你的整个组织里面呢、啊、有一个第一代那边给你一个1 million 啊，你的5%就是5万，这个就是，所以这个是总表啊，这个总表呢还有4个收入在这边，包括对碰，包括间谍，包括你的对等跟对碰。那么今天我们要怎样知道这个？免费或者是比较便宜一点，就是刚才我帮你看了，你有一个人，有两个人，你的收入是248角，然后呢，你找两个人的话，你的收入是649.6。回来再多一次 refresh 你，他怎样如何计算呢？他给你70%跟30%，所以你拿去乘哦，240乘。70%，649乘70%，然后另外的30%是拿来复购，啊，这个就是它的制度。来，然后这个对碰是如何运作？对碰是这样的，假设现在你的左边，你的总业绩就是560，在第二层有1120，在下面呢，可能就总的我们加起来是下去就是4000，所以总加起来，你会看到你进去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5680左边，那么你就开始去保荐，或者是别人放下来给你，你就开始拿对付，所以560对560，你就拿了一个56块，这个就是你拿的条件，你要保持这个。免费就是140啊，最少140。那么1200对1200又是对碰，所以你拿10%的1120，就是你会拿到112。那么你的右边，你的总业绩呢，就是2680了，就560加120加1000。那么左边有5680，右边有2680，你在对碰的之后呢，就消掉了，所以还有多少？就是5680减掉2680，你去看你的这个 total volume， 还剩下一个3000，所以它不会消分，它留在那边等着你啊，等着你了，就是说等你有买，或者有人一放，你又在消分喽，所以只要没有人。买或者你没有消分，这个分数永远停在那边啊，它也没有 limit up 啊，这个就是它的重点就在这边哦。那么还有一个要点呢，你要明白，你要讲保持你这个3000分啊，这个才是最重要。你的工作呢，就是保持这个业绩。你开了可能3例户口还是几个户口，你不要给你的这个分数给它 compress up 你的第一例户口。我告诉你，你一定要去每天最少一个买十，啊，这个就是那个3000分永远停在那边的。啊，讲到这边，有什么问题要发问的吗？啊，如果不明白的，就举手还是直接开你的麦，然后跟我讲话一下，看通吗？啊，如果我就再等多一下，如果你没有发问，我就继续了。OK， 这样我就继续了哦。那么我们再来看，
你保荐了一个人，就是刚才我所说的就是摆五加三十，所以这个就是你的复购的分数，所以你会拿了一个149.7，它是这样而言来的啊。那么今天你没有保荐，它的独特就是说，你可以得到收入吗？你还是可以拿到这个建点奖金，你没有保荐就零啊，你拿来 sponsor 不是你的吗？所以是别人拿咯，这个白五块是别人拿它，你就拿到那个建点奖金70%，你就拿了，因为你有保持复购，你就拿现金，这个现金就保留着，等到100块，21块变到100，它就直接 withdraw， 那个系统就是这样的，直接 withdraw。扣一个5%啊，那么另外的一个 redemption point 呢，就是30%，就是9块，它就会出现给你咯，等你去买产品。啊、这个 redemption point 是没有扣5%的 啊，就是你有没电。那么现在我们来看这个整个制度的精神在这边，它的独特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is marketing plan。就是缺乏复购能力，也没有能力去做保健的，是否也能赚钱？我们来看一下 ，not maintained， not sponsored， 你的收入是这样来的，你得的那个30块，它全部把它变成在你的 redemption point。所以你就赚了一个 retention point 30块，因为你不做，你也没有去买，那么这个分数就慢慢的累积到一个时间，或者你任何一个时候，你要把它打出来，一个百亿，你补贴一个百亿，就是将来是140，你就可以买了咯。啊、这个就是他的一个方法，所以你还是赚了那30块。意思说你买的时候，你可以扣一个30块、啊，这个就是你的钱。你没有保证，你没有等一下。OK， 所以这边就是这样的哦，所以它的独特这个 system 是这样的。那么你没有免定，你有保健，你就照这样拿咯，你这个 placement 的30块的70%全部就会转移过来 redemption point， 所以你的这个分数不是54块了，是75块，你看到吗？啊，这个是真正的啦，啊，这个是真的啊。啊，这个就是我去找出来给你们的，所以这一个人他有保健，他为了他没有能力去复购啊，他只是去就当做生意做，找一个人他赚一个百亿股咯，那么他本身没有能力，连百事都没有去买，那么今天他就有一个75块了，所以下一次他就可能就有钱要买了咯，所以他的那个精神就在那边的那个团队的成型啊，就是在这点了啊。这边有问题吗？没有问题，我又再继续哦。没有问题，我就再继续哦。OK， 好，来，我就继续。那么再下来，你保荐的一个 A， 你有没定？你就拿啦。因为你有免定，你就拿到完了，所以因为你有免定，你就拿到完。那么再回来，你知道怎样？你知道你有免定，看这个 earning expiry date， 好像这一个人啊，他的 expiry date 是到这个月尾，如果在这个月之内他没有去买最少一个百事，下个月这个56块。他就拿不到了，就是这样了，啊，就是这样，他没有保荐，啊，他保荐他没有免定，他拿不到56，
他的那个间点奖金30块全部转移过去那个 redemption point， 所以他的收入是变成这样的200亿。他就是变成这样了的，所以刚才他有maintain，他就赚了124，现在他没有maintain，他就变150了。他的 cash 本来是290亿，啊，变剩下200亿，所以他的总收入是360了，他不是416了，因为他没有去复购，所以他为了省一个104块。他流失掉一个56块，很不划算哦，很不划算哦，看一下咯哦，所以你看好好，这个我全部会，到时候我把它，放在我们的这个 group chat 里面，你们大家可以自己做 download 啊。再下来，我们就是吃免费便宜，刚才我就讲哦，就是已经讲过了，我现在功课。你知道这一个240是怎样算出来的吗？这个640值9.6是怎样算出来的吗？啊，我就给你们一点点的时间，你们大家就拿一张纸吧。我已经写在那边了哦。20加30，怎样算到变成一个240？八角，答对有奖品啊！啊，答对有奖品，对啊，我私下送你啊，对，通过邮寄给你了。今天啊，对呀、啊，快点开放啊！你答对，十条、啊，那些已经是好像 Steven 你们这些是绝对没有了啊！啊，领导不能啊！啊，领导不可以啊！领导不可以，可以可以。那些快点答，进场的那些人啊，你就算给我看。几包送几包啊？40包，280。哇，那个谁啊？对啊，好好，快点答。我给你大概，我看现在看一下时间了。嗯，你有两个喽，这边两边哦，算两边呐、啊。啊，两边了、啊，两啊，一边就一边呐、啊。如果你拿到两边都对了，啊，我就送你80了。好，80包啊？80包。一万来，不快点答！现在311到316，5分钟，你赚不出来就对不起了哦，我就自己赚回自己的了。刚才有拍起来不是容易哦。5分钟答，搞5分钟。好来，怎样啊？你话在过来给我啦，你没有啊？你没有的话，没有的电话还是怎样？我可以打。啊，你是啊？请问你是谁请的？哎呀，李光之嘛，你是李光之啊？啊，我是李光。啊，你就打来了，我就送你了，不要紧啊。240.8，你是说？240.8。就送你40条啦，如果你两个都做对，我就送你80条。谁做对就是给啦。这是如何将来将算啊，对吗？你要算到他的整个啊，他的怎样是做出来的。OK， 老你这又是这你自己你啦。你写在一张纸上。然后你拍出来，发送过来给我看，啊，这样我就知道了。我的电
话呢，你们可以写起来01641618531，01641618531。现在是我的时间是313了哦，还有多两分钟罢了啊。我太太做这个益生菌给我吃，我在吃做益生菌啊，优格，我太太做优格给我吃，我享受一下。哎，314了吧？来看看有谁给我。这个是 Agnes 吧？是谁？张修进，不是这样算的。他给我的是直接拿去乘70%，然后他就说认为就是这样得到了一个240八角啦。这个我都会，我要的是分出来，一个一个分出来，不是这个啊、哦，对不起，不是这个答案、啊。哦，时间到了，对不起，315完了。来，我们看看，它是这样的。你推荐 A， 你得了白五。你推荐 A， 你有一个间点 A， 你要这样子写，这个真正在你的系统是这样算的哦。我告诉你，哎，你有一个间点 B， 因为 A 导见 B 嘛，你又有一个对等 A 的总收入是180，因为 A 导见 B。A 的总收入是180，所以你就会拿到 A 的5%。所以再讲多一次啊 ，A 是你保荐，你得了一个白五，你也得了见点的 A 是30 ，B 是20，那我已经写在那边了啊，30 20。然后对等呢，是因为 A 得了这180的5%，等你乘哦。那么同一个时候呢 ，C 又一个间点，哦 ，U 得了一个C 的出现5%，因为 A 也赚到180嘛，所以你又得了一个对等哦。那么 A 又有一个对碰56块。不是你啊 ，A 有一个对碰56块，你又得了一个5%的56块，所以总共你加起来就是240八角，就是这个。看看一下啊，大家，这样算了哈，这个拍起来就可以了，结果你们要拍就拍啊、拍起来学习就会了吗？下个礼拜问的时候才会回答吗？哈哈，可以拍起来这个，让他们拍起来。OK， 可以吗？可以啊 ，Next。来看看一下，他真正是这样做的。你保荐 D 得白五 ，D 你得70%，你不是拿白五，你拿70%，然后 B
明年的 redemption point 38%，其实白虎分成70跟30，在你的那个 你上网的时候去看啊，它是这样发生的，你知道吗？哦，它只是没有写出这个，它只是写一个105咯，它没有这样写，它没有写70乘白虎，但是你会看到一个105，你也会看到一个45块，它是这样变来的啊。那么它就是一个 item 一个 item， 我要给你明白的，这个 marketing 的 system 的算啊很精准，它不会糊涂，它就是每一个收入哦，它是这样的一个一个的分到完，它不会说加错，如果你加一个总数是危险的。你加一个总数刚好你漏掉一个，或者你加多加少了，你的收入就会 完全影响了的哦。它是没有的，它就是这个30块就是30块的70 30，这个对碰这个见点每一个都是70 30，它一个这样的一直跑出来，就是这样的。这个给你一个概念啊，你要明白了，我这个一传车出去的时候，你们就慢慢的去看哦，你就会明白我讲的东西的。所以它就是这样而来的啊，它是这样而来的。OK， 那么如果今天你自行买三粒，你只保荐四个人，就是4 5 6 7，你保荐的1 2 3是你自己，你的总收入是148.6亿。现在我给你们回去做功课啦，这个是一个总数的，这样写。那么加错的时候，这个就错了，啊，不是这样啦，啊，它是这个是变这个300不是这样的，它是150的70，2个150的70，啊，这个630的70，2个30哦，这个这边有四个吗？4 5 6 7是20 20 20的70，这个56个是对碰。对碰啊，就是的70有一个pair吗？二跟三对碰吗？哦，这边两个pair吗？就是5 跟 6 4 跟 7吗？所以它是这样的70 70，你慢慢去做，在家里去慢慢去算，最终你会拿到这个答案。所以你们应该去好好的坐下来去试算算看一下啊，这样它就很精准哦。那么参与的好处呢，就是获得健康，也建立团队，获得静态收入咯，啊，就是没有保荐任何人都跑，或者你就会获得见点奖金及对碰奖金。那么保荐的好处是获得四大收入，你拿到完，啊，就是你只是有一条大象脚，别人放下来给你，你都有这个见点跟对等。你这个见点呢，就是你有保，你有maintain，你就拿现金70%，你没有maintain。就是拿那个分数买产品是免费哦，然后对等呢一定要免电量的啦，啊，最少一个百四，然后他的这四大收入呢是两件，然后他产品会说话，所以他是事后这个适合亚洲，特为亚洲人量身定做，他是1100亿 CFCFU， 所以因为这样他的那个就是说复购很强，所以这个团队就会成绩，唯一可先注册会员后购买来启动的，这个是我们的系统是允许的啊。那么现在我们进入第二个阶段了哦，如何线上注册会员，当然你就要 login 打那个 www.prolifewellness.com， 你一打进去 login，你就会出现，你就是放你的 ID， 你的 username 就是 nickname 啦。其实这个我们的 username 是 BR 啊，后面有8个数字的哦。那个这个是一个 nickname 咯，然后把你的那个 password 打进去，你就 log in。你一 log in 进去的时候，这个就出现咯，啊，这个就出现啊，你就会看到啦，你赚多少钱啊，什么什么啦 ，OK。它就是这样，那么你要去 click 这
这个上面这个三条线啊，上面有这边有一个三条线哦，你要去 click， 你一 click 它，这个就出现。你现在你要去 sign up 一个人嘛，所以你 log in 了之后，你 click 这个，你的左上角有一个三条小线啊，你们可以现在进去的哦。我在讲的时候，你们可以进去看一下，不要只是听，我慢慢的等你们，我慢慢的来。你 log in 吧，大家 log in 先。用你的手机电话或者用你的电脑都可以的啊，只要有线啊，你有那个 internet 的 line 就可以了的。所以你一 log in 了，你就去 click 那个三条小线，这个就跑出来。所以你就去 click 那个 technology。你 click 那个 genealogy， 你就会看到你的 genealogy 在这边哦，一个跳出来咯，这个 genealogy 下面当然有东西啦，我把它切掉，你就去 click 这个 personal placement 或者 sponsor list， 你要看到你到底 sponsor 什么人，你也可以去 click 那个 sponsor list， 或者你去 click 那个 personal placement。Okay. 你 click 了之后，这个 personal placement 呢，你就要 scroll 一下啊，你要 scroll 去你的右啊左边，因为通常它在右边啊，所以你要画面一下你这个画面。很多人他 click 那一个进去了的时候哦，他 click 了的时候他说没有东西哦，只是有东西的啊，你一 click 了他说你要画你的那个面，画去左边，它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的出来，哦，它会跑出来，那么你就开始喽。两种做法，你可以去 click 那个 register now， 或者是 click 一个 QR code。register now 就是你自己在直接做给你的朋友 ，QR code 呢，你的朋友他对电脑很聪明。你就一 click 那个 QR code， 他也会，你就 copy 咯， copy 那个 QR code， 你就 WhatsApp 过去给你朋友，你朋友就会做了的。啊，那就是说，假设你现在是 click 那个 register now， 啊，这个就会跳出来，你填进去啊，填 username， 他要的 username， 现在假设你要sponsor一个 Mr. Tan， 这个你要跟 Mr. Tan 讨他要的用什么 username 啊。所以你就填了，然后你填他电话号码，你填他的 email， 然后你 log in 那个 password， 啊，这个 password 你 log in 你要自己知道哦，啊，你忘记了就麻烦哦，你每次要去找公司会知道，但是公司会很烦，哦，所以自己跟一个朋友 register 的时候，你就自己想办法，如果你没有保障，你还是怕你不懂。我就建议你用12345 6啊，万一你有问题，你就可以找我们，我们就不用再问你，哎，你的 password 的 login 是什么，我们麻烦了。所以当你会了的时候，你才去换。我也鼓励你去换哦。当你会了的时候，你要去换。OK， 很重要啊！来看这边啊，这个 sponsor ID 啊。我没有 block 你啦，我没有 block 你，给你去看一下。OK， 这个 sponsor ID 哦，你要看好好啊，你是要保证这个朋友，这个不是你的号码啦，你去保证他啦，是这个号码是别人的啦，啊，就是不是你就拿不到买五块了哦，啊，你要注意的是这个啊，这个是你是身为
保荐者，就是你要拿到推荐奖金，明说你自己的那个 ID， 你的那个 username， 这个叫做 username 啊，你要看对啊。OK， 这个下面就看你要配在哪里咯。OK， 这个看你下面咯，哦，所以这个就是 place right 咯。对，假设现在你又用另外一种方法呢，也可以的，就是这样 ，either。你去 click， 你 click 这个 QR code 的时候，哦，有一个 QR code 的啦，我没有把它排出来，有一个 QR code， 你一 click 下去，这个 QR code 它就会出现了，你就 copy 那个 QR code， 你就 WhatsApp 去你那个朋友，你那个朋友他一 click 的时候呢，这个就跳出来了，这个就跳出来了，所以你的那个保荐号码，你的那个 username， 这个叫做 username。你的名呢是叫做 nickname 哦，你放的自己放的，所以我是跟着他的写的啦，所以你用 QR code 这样 transfer 过去的话，给你这个朋友，你就 copy 了 QR code 给他，他在那边用 WhatsApp， 他一 download 罢了，他这个就跳出来，所以你那个朋友就自己去做咯，他就去做咯，然后他要 get 那个 OTP 咯 ，OK， 那么就是你把这个你朋友 play 在哪里咯。啊，这样就是成型了咯，啊，这个大家懂吗？所以现在如果你有一个朋友要进场，你先要注册他，你这样子的注册的，哦，这样子的注册 login， 然后去看那个你的左边的三个小线，去 click 那个 genealogy placement， 然后你就要 place 在哪里，然后你就去注册了。你注册完了，你就要 update profile 咯，因为你没有 update profile 的话来讲啦，不知道是谁嘛，所以这个 update profile 你就要看哦，那这个人哦，你要去 click 这个人，你一 click 这个人，这个就出现了 ，my profile login password secure password bank account shipping 这些全部都要去 update。尤其你的 bank account 跟你的 my profile 这个两个我特别牵起来啊，里面的资料不完整啊，你的钱看到拿不出的啊，好像说比方说你看到我，哇，下个礼拜我有一个236块要等打钱的，你这个 my profile 里面没有去 update， 除了那个 income tax 啊， income tax 不重要啊，他的这个 system 他没有给你钱，不用紧的，那么你这个钱是看到拿不出，所以不是公司不给你啊，公司的钱已经是交给银行，银行不理收，银行呢就是这样罢了啊。OK， 所以 make sure， 然后 login password 跟 secure password 可以不同的。那么通常呢，我是鼓励大家呢，这个 login password 最终你一定要去换呐，不然的话，人家知道你的这个 login password 它容易进入。所以最终你还是要去换的啊，所以这个当然你要明白怎样去保荐了啊，怎样去买产品了啊，不然的话你换了就没有人可以帮到你了，所以你一定要学会先哦，今天 OK， 所以 secure password 你也要去 set up 的啊， OK， 所以 secure password 你一 click 的时候 click 这边他就叫你去 set up 你的 secure password 了， OK， 摸下来我给你看一个哦，这个就是其中的一个啦啊，这个就是你的 total， 这个人的 total BB， 他的 left and right， 这个就是他的一个总数啦 ，OK， 总数啊，他的总数，这个就是你可以看得到的。这个就是 send this number， 你注册了，你就要 send 这个 number 去给你的朋友 ，whom you want to buy RP from him。你注册一个新的户口啦，你一定这个新的户口啊，一定有一个这个数字的，所以这个数字你要跟他 copy 起来 ，send 过去你那个朋友，或者你叫他自己进，啊，他也会去找到啦，你没有 send 给他，他也会。
啊，只是你麻烦他，他要弄进去找你的那个新的人就比较辛苦一点哦。那么今天你看到吗？这个是零的。刚才我讲什么？卖产品啊，你一定要从这边开始的。哦，你 repeat sale 呢，就是要看这边、这边、这边三样。repeat sale 要看 e-voucher、redemption point 跟 register point。你第一次 login 的时候，你注册一个新的人的时候，全部是零的吗？加上这个上面有三条红红的，你会看到这样的。哦，所以这个就是他的比方说这是他的 ID， 这边有东西的啦，啊，当然有啊，然后我是把它撤掉了啊。那么你一定要去 click 这一个啊， click 这个红色的下面去 click 出来，放他的 secure password， confirm 你的 secure password， 先要 click 这个，然后 click 了这个 secure password 之后，你才来把这个，因为他还没有成为产品啊，所以他是他的，你只是注册，所以我们的系统是允许你先注册。刚才我讲了哦，很多公司是不允许的，所以我们的是允许你先注册。你注册了的时候呢，这个就是一个 active 的，他还没有买产品，所以他就要开始去买 register point， 就是这个 RP from your leader to activate。这一个户口变成 active， 所以 you will get RP send your username， 就是这个啦，这个哦 send 这个去你的，你要跟他买 RP， 因为他要 transfer 钱来你这边嘛，所以他没有你的 RP 他不能 transfer 啊， OK， 那么他就 transfer，他转车过来了，你看到吗？有了560，这个是同一个人啊，假设来讲啊，所以同一个人刚才他注册，现在这边一二三三条红线看到吗？剩下两条罢了，他已经启动了他的那个 secure password 了， OK， 了他也得了一个560，他得了一个560，这个是他已经交钱给他那个朋友，那个朋友呢就转付560的 RB 给他，所以这个是钱来给他，没有意外，这是第一次他买公司补贴，那个系统已经补贴，因为他是第一次注册的人，公司一定会先补贴啊，你不用担心这边没有，如果你 repeat sale 来的时候这边没有，你就用560买不到了，就要去找一个地方做了，所以你有了这一个东西，你就要开始买，就去这个 package， 要 click 这个 package 买东西，哦，这个就是 the purchase product 的，然后这个是 the active 的，所以 you need to purchase， then only 它会变成 active， 然后去这个 package。再回去啊，你有了这些东西，尤其你有了这个，你就要 click 这个 package， click 这个 package， click 哦，你一 click 下去它这个跳出来，它这个跳出来，你就来 click 这边哦，你 click 这个 purchase 哦，它这个又跳出来，它叫你填你要寄的这个产品寄哪里啊？fill up address for courier， 或者是你跟你的上线拿产品也可以，因为它是一个 mobile 的 stockist， 这样子讲啦啊，你跟他拿，你就写 by hand， 就写 by hand from 什么什么咯，就可以这样子的，所以你先要填。你没有填这个产品，不知道怎样去处理，要从哪里出货啊？这个产品一定要从一个出货，从一个 mobile stockist 还是从公司总部啊？你要去填，填了之后，就下来，哦，你就要填了，就是你click了那个，就是刚才你click了这个哦，你click了这个，
这里啊这个哦，啊就这个跳出来，你又放是谁啦要买这个产品呢、啊、package 吗？你在 purchase 什么？是谁在买？应该是寄到哪里去？你住在哪里啦？就是说 Mr. Dan 要买 Mr. Dan住在哪里，或者 Mr. Dan 这个产品已经 collect 了 from 直接写他的朋友一个 mobile 就是 Mr. Lee， 所以 Mr. Dan 已经跟 Mr. Lee 了，就写 by hand Mr. Lee， 或者 Mr. Dan 他的名啊，他的 ID 名的也可以的，然后 Mr. Dan 的地址也可以，公司看到这个是地址，公司就鼓励，公司看到哎 by hand 就是已经 Mr. Dan 拿了，然后 secure password， secure password， 你一定要去 set up 啊！刚才我已经跟你讲了，你要去做 set up 的，你没有 set up 这个 secure password 没有啊？哦，所以 then reconfirm， 你做完了这些，你 save 了，他还会再跳多一个，叫你 reconfirm 那个地址对吗？然后再多一次，这个就是他的，我不明白了啊，他的制度这么啰嗦了啊，这个其实是不应该有的啦啊，我觉得很奇怪啦。那么就是说他还要再叫你多做多一次，你有写错吗还是什么咯，然后还要多补多一次的 secure password， 过后你要去 refresh， 就是这个箭头，很多这边很多步骤啊，你们要去，所以他没有做该做你做的，所以你做完了你要去 refresh 一下，等他变白一下，还叫 refresh 的，这个制度很奇怪的，还叫变白一下了，就是叫 refresh 的，你才进又再去 click 那个 package， 就是下面 package， 然后或者你不进 click package， 你就 click 那个 cut at the bottom、哦、那个 cut、啊、在那个下面有一个 cut、啊、然后就 select 你那个 cut、啊、就是你 click 了那个 cut， 那个有按出来就是产品的，你要买什么产品啊？你要买Super 啦、Queen 啦、King 啦，你记哦。然后你就 submit 的时候，你 confirm， 你还是要等一下 ，wait a moment 啊 ，until it flip white， 还要变白一下哦。它没有变白，就是你的那个速度太慢，你去坐那边等，不要太紧张，不然的话它不成交，它不成型，所以你一定要等到它变白一下，变白了一下，你才去 click 那个 upgrade。upgrade 的之后说，一说你要买什么了哦，总分我要买这些了，你 upgrade 了，你才去 order， click 那个 order， 它是这样的哦，然后你才去，就是去那个 top right 那边 scroll 去放你的 secure password， 这个就是叫做整个系统的成交就在这边，那么你的 transaction 真的有 complete 吗？我给你看现在啊，来，这个叫 complete， 你看到吗？刚才这边有560，这边变560了，这边有560啊，这边没有560啊，所以公司你有560，你第一次进场公司送你560，这个咯，这个是第二次的送，刚才这边的送是没有看到的，公司已经送你了的，第一次下来你买了这一套之后，他已经送第二次的560给你了，所以你做完了，这个就是 complete， 来我给你看，你做完的时候如果是这样就 incomplete， 这个啊 incomplete， 你当你买了的时候你要去回去你的这个 main， 这个叫做 main page， 你这个 main page 啊，你觉得哎，我已经做完了，我已经 complete 买了哦，你这边没有变零，就是还是120啊，我告诉你啦，这个公司呢他就不知道做什么了，他说哦，你不要拿产品了，这样等你了，所以你就在等你的产品咯，等到 没完没了咯，你可能就是说哎，这么我买了个产品没有，公司没有寄来、啊、这个公司他讲我不知道啊，你这个没有消掉这个分数，你又叫我寄给你的话来讲啦，将来这个分数要谁来承担啊？这个他就是说他买了啊，这个就是他拿去了啊，公司就要寄货啊，这个就是说你把我产品放在公司先，意思讲公司就有这种见解的，
哦，你买了，我知道你这个东西放在我的这边先。等你什么时候你才来 claim 的时候，你才来这边，去那个港那边，去那边就是叫公司寄货，这个就是会发生这个啊，所以你们要注意这个，所以你要定回期来看有没有 complete， 这个就是要变 zero， 这个就要变value。你要分高，谢谢啊，香港同学。哎，看到吗？有问题吗？我就听一下。RB 是从哪里来 ？RB 从你的 leader 那边买来，或者你直接上网去。公司有一个系统，有一支自动你用 credit card， 或者用你的那个 bank 的那个 system， 你自己的户口去 transfer 过去啦，用你的 debit card 啦，那一个 system 它会自动 generate 这一个 RB 过来，也可以这样子啦。假设你找你不要跟你的领袖买啦 RB 啦，麻麻烦烦，你自己用你的 credit card。直接去网上购，就是跟公司直接扣你的钱，从你的 credit card 拿过去，这个 RB 呢就从公司的 system generate 560在这边，大概是这样的啊，但是也是可以这样子做的啊。啊，你看到这个人吗？啊，有什么问题 ？OK， 来。啊，是跟何？我想问你一下哈，我们。那公司哈，我们可以就是那个products 啊，就是我们需要那个kits 啊，还是 cream 啊，可以就是吗？怎样就是啊？你就是刚才回去这边啊，对这边来，回去啊。select product 吗？你看到吗？这个 select product 有没有？你在 select 那个 product 的时候，你要去 click 它，你要 confirm 它，然后等它 flip 一下变白，然后你选到完了。你才去 upgrade。假设在这边，你就选 git， 你就 click 那个 git 哦。所以那个 git 哦，你只是选一样产品罢了哦。你这个 upgrade 的时候啊，在那个来到这边的这个下面的 add cart 的时候，你就要选四套啦，四套。它叫做160条就分成四套。所以四套就是40条，所以你 select 一种，你就要去那个去 click 四次，不是在这边，你可以去那个 add 那个 cart 啊，总数起来，它有 four 啦 ，four， 一就是代表40条，二就是代表80条，你进去看你就明白了的。哦，在那个你的右上角那边一个 cart 啊，你去 click 它出来的时候，它会跳出来。他问你哦，你的 kit 要买几包，你的那个 super 要买几包，要他是包就是40条的啊，那一个 set， 你不能够说，我 kit 要30条罢了，我的那个嘛，他没有讲，他的配套是固定的，40一个小配套，40的 ，OK， 那么你选好了，你就去直接去 place 你的 secure password 就 order place order。就是这样罢了，你可以试试看的哦。说不对不要紧的，说不对，你的那个什么，刚才我讲的这个，它会有这样的、啊，你没有零啊，没有零不要紧，你不要担心。你们找我或者找任何他们懂的，我们会帮你处理的。我就在那边直接做给你看了啊。你如果你做到这边，还是有120哦。你已经买了，你知道吗？你买了，只是公司在那边就讲，你这个产品到底要叫我怎么做？是跟你收呢，还是你是放在哪一个地方？我不知道这个产品要怎么处理，因为你没有消掉这个分数，公司寄给你，到时候这个分数又麻烦了，又麻烦了，就变成很多问题出来。可以推出来的，可以推出来，这是很多里面每一个 transaction 在里面都有的啊。你有没有拿货都知道，只是说多了一些麻烦的工作了，所以做给他干，做给他玩了，啊，重点是这样吧了。
那么就这样子的情况下呢，你就是做完了就 lock out， lock out 你就要对这边，这边就 lock out 了。Mr. Lim, 来 ，OK。我想问那个葡萄会怎样会发生啊？会撞错？这个是怎样的 step 撞错啊？没有放他的 shipping address 呢？还是什么？没有交代 shipping address 呢？还是什么情况？你的那个杆那边还会发生？在这个上面啊，这个右上角有一个杆的啦，应该有一个杆的。你去好像看你的那个右上角有一个杆啊，你那边没有做完。你的那个shipping address要填填啊，你shipping address要填啊，你要confirm shipping address才能够去买货啊，不然他的statement出来啊，不知道寄去哪里啊，可是还是by hand take呢，就是说他没有做到第二个 step 哦，他去做那个啊purchase那个 package 的时候，要第二个 step 没有做到哦。啊，对对对对，第一个 step 就是shipping address你要去改。你的地址要改去哪里？你要进去，照我一直以来做法，我都不知道进了第一次的时候，他都会跟你讲 shipping address， 他会 warning 你 shipping address， 我告诉你。对对对。对。OK， 我讲在这边吧。啊，明白了啊。OK， 那么做完了整个过程呢，就是应该。你要 lock out 的时候啦，他 lock out 的时候就是这个才是真正的啦。啊，这个啦，啊，这个才是真的啊，就是真正的新的人啊，他是变成这边全部零零零，这个，这个其实全部这边也是零啊，假设新的，就这边零零零，这边五百六，这边零零零五百六，一二零 ，not complete， 啥意思？不可以有的，一二零，这边没有分，不可以有分出的啊，这个就是你买了的那个分啊产品要消掉了咯。没问题啦，没问题，我再继续啦。Check your withdrawal。啊，这个领导，我来。啊，怎样？我问一下哈，那个 payment method 那边哈，一定要用 raise the point 才能 purchase， 不能用啊，这样 customer 的 downline 他自己 online 去买东西，一定要 raise the point 的哈。对，所以我刚才讲了，假设他自己 online， 他自己做 payment 560。他是新的，今天刚好注册哈，你已经帮他注册还是他自己注册了？在他家里，你把你的 QR code send 给他了，他在那边自己做了，他自己做 payment， 所以他一做 payment 的时候，公司的一个 system 会 generate RP 去他的那个户口的，就是这个公司会自动 transfer RP 的，他是直接 payment 去公司，公司就会出现一个 RP 五百六。就是这样的啊。OK， 我想问，就是说他可以用我带个方法去分给公司呢？用 credit card。你要去 wallet 那边，wallet 那边。啊，我还没有到这边，我还没有到这边。OK， 那讲。OK， 现在我先讲这一个。OK， 太快了 ，Sorry 啊。啊。有什么要问吗？没有啊。OK， check your withdrawal， 很多人都知道，哎，我的钱不见了啊，本来那边有500块，怎么突然间零去了？啊，它是 auto 的啊，这个 wallet， 哎，这个 wallet 啊，看到吗？这个 wallet， 这个 wallet 了，这个就跳出来了，啊，这个跳出来你就click这个了 ，withdrawal report。Pending， 哦，钱还没有到时间，明白吗？看到吗 ？Pending point， bank account， 如果你的 bank account 没有填，你的 IC 没有填，钱不能出。OK， 200多啊，你估定了。OK， 这个是我其中的一个礼拜的一个户口了。其中一个成绩力不是要扣力，我现在大概一个月参与 Dancing Boy 接近2万了，对了，两万了，啊，接近2万了，不错啊，啊，都还没有开始哦，对吧？所以这个就是告诉你的，这个就是你的这个 pending， OK，
我现在给你看一个是没有啊，你们明白些吗？明白些吗？所以这个 wallet 啊，你要做 payment， 你就在这边做了，对不对？看到吗？假设今天你要跟公司买 RP， 你不找你的领袖，你在 click 这个 deposit， 你 click 这个 deposit 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了，他就叫你去 online 啊做 payment 啊，你跟着他走啊，那边他就会link 着你去了，是吧？啊，总之就是这样啊。那么现在这一边呢，我要告诉你啊，这个就是我一个下线啊。我一个下线，你看到啊，他的 earning point， 他全部都是拿 redemption point 罢了啊。他的 redemption point 看到啊，这个其实他的 earning point 这边是他的 redemption point 来，哦，全部来自 placement， 他没有 maintain 啊，他没有 maintain 啊，那么 check your income， you do not maintain at all 啦， you still got income 啦。From placement, but only in redemption point to purchase report lah, ah, product lah. Ah, 这个就是其中一个，我给你看啦。看啦，这个就是 redemption 啊，我这边得到，我不知道你们那边看得到吗？这是 earning point， 这边是 redemption point， 所以 earning point 它是3.72亿，它的 redemption point。430亿 所以他没有 maintain 他的所有的 placement 全部 convert 去 redemption， 所以他已经差不多要是免费了，所以他没有做什么，他什么都没有做，就是那个 placement 一直在发生在发生在发生的时候，他这个 placement 的钱一直本来是要去 earning point 的哦，他可以拿78仙现金的哦，这边他没有，全部是一直跳来的，他还是拿钱，他只是拿产品啊，所以当他一拿了钱一到买产品，他这边就变成 expiry date 就在 extension 了，所以他就可以开始就拿对碰了咯，结果啦哦，啊，这个又是一个了，看到吗？全部的 placement， 所以你看这个是他在一两个礼拜前431，在两个礼拜后他431变成455，看啦，1513啊，看到啦，全部是一样的啊，他就开始一样样的日期，这个是我 purposely 哦开一个这样的户口，我要看他真的有这样操作吗？他真的是这样的操作 ？OK， 这个不是讲故事啊，这是1011，他没有做什么。哎，103，这个这边增加了。OK， 走，现在来，没有缅甸的后果啊。When you do not maintain all your levels, 你下面的 income will be compressed up permanently. 是这样啊，给你看啊。为了节省一个白事，或者你看这个啊，这个人他的 left 啊，就是 left 是1000多，他的 right。是28000多，他总有110元。看一下，哦，他的 right， 他的 left 应该有11000多了，他才3000多，因为他没有maintain啊，所以他的财富已经compress上去了。那么他的 right 也有人哦。他照拿对碰，他也拿不到，所以他的收入不是这样少的啊，明白吗？所以这个就是要做一个给你们看，所以不要节省。所以你看。
单单的 right 哦，二十八千，本来应该在这边之间的一些呢，什么都没有了。他 compress 呀，他一直 compress 上去，哦，所以这个就是 redemption point， 看到吗？来自 placement， 所以他没有 bearing， 他没有 bearing， 也没有没有那个 matching， 哦，全部都是来自 placement 罢了，也是一笔钱啊。虽然他没有 maintain 啊。但是是这个是不逻辑啦，告诉你啦，啊，但是他确实是真的这样的给你看，肯定他会去每天的，但是我要做出来给大家看，因为钱可以来可以去，对我来讲，我是真的要看到一个真正它发生，给大家看得明白一点，这样子咯，啊，下期我就没有了啦，OK， 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所以这个 plan 真的是给你们没有压力的 plan 啊。Mr. Lima， 这边想问一下。OK。Regarding 那个pending 那边哈，我们要讲当时我们是什么东西 mistake 啊？因为他们也 mention 在那边的。Pending 啊。啊。Pending 它是基本上是公司在调查了他的整个 account 没有错了。就是其实直接跟 bank link 了的 bank 就是准备说 bank 也要去查嘛，查这个户口真的这个人的他的那个 account 啊有吗，他的名对吗，他的 IC 全部对吗，然后他们才努力说大概我就是平常是这样一个礼拜啦，好像今晚他就 cut off， 下个拜到 next 的星期一通常你应该要看到钱了，Next 的星期一啦，就是明天星期一的 Next 的星期一，通常你应该要看到钱在你的，就是这样啦啊。哦，就说要多一个礼拜这样子啦。啊，因为工作人员啦，你要知道那个公司的 volume 大了，他们有一点时间，三几天查，去到银行，银行也要查，银行他也要查啦，他不会这样就随便 release 了，因为他们也怕。讲他们做错啊，等一下乱出钱出去了，等一下有 mistake 啊，或者这个是很多啦，现在他们也是有他们的条件啊，是这样吧的、哦、没有进是因为他的bank户口填错，或者 IC、嗯、没有 desk、嗯、我知道是说、是我们自己的 mistake， 我们就要知道说什么 mistake 吗，要不然我们公这样子等、通常就是你赶快进去你的补包里面去看你的买补包跟你的 bank 那个赶快进去，如果那个处理了，很多我跟你讲很多没有去 update， 所以他就打电话说我钱没有来啊，我就去进去看的时候，当然这钱没有来啦，你的那个 bank account 都没有写， IC 也没有写，有些写了这个他又那个也没有写，因为他有一个 bank 还有一个买补包，他们以为补包啊，补包没有钱呢、啊、补包没有钱你不能出啊，嗯，两个要填 IC 啊，所以你们要去看一下哦。好交易哦，你有三个户口就要三个哦，你不要说我已经填了啊，所以他以为他已经填了，那三个户口对方来讲是另外一回事哦。那个户口是那个户口，这个户口是这个户口，所以你有三个户口，你就要开，你就要 update 三个。我也遇过这样啊，他说我没填了，我去 update 了，我说啊对啊。你 update 的那个是第一个户口啊，第二、第三你没有去 update 啊，所以钱不能出咯，明白吗 ？OK。Go。Don't stay in your building in your chair. Go。完了，这个啊，完了。啊，这个问题要问了，需要去再讲了的啦。问问题。啊，来，怎样？我刚才看那些你输的错了，他差不多可以拿到一些已经是你的身那边了，他全部进去你的身吗？也可以啊。啊，对，听没有嘞？啊。你的声音不大好，什么？
现在好像没有，并没有，并没有，现在有了，啊，可以讲了，装的先不大好，啊，并没有，刚刚又出不进啊。要关视频。Hello Hello， 听到吗？啊，听到。听得。啊，没有，我真是，我刚才看到。道理。听不到。听不到你讲什么嘞？ Especially in the new villages where neglected by churches. Hello， 听到吗？啊，来怎样？啊，我是说哦，我看到他的那个啊，讲。你是说哦，我看到他的那个，他是有病看了。有income了，redemption那边也有，但是他是一个，他的钱全部都进去 redemption， 是说看到他的，他的钱全部进去 redemption， 肯定他没有病病喽。这个 diamond 我那有的价值的。他的 earning point expiry date 啊，要看他 earning point expiry date 了就知道啊，他的 earning point 的钱全部就是跑去 redemption 了的。我知道，我懂这个，我懂。但是问题是，我说很奇怪，一个人哦，已经是一个 diamond 了嘛。哦 ，diamond。嗯，我是看到他的 ranking 是 diamond 了的，怎么又不去免费？这个就是个人的问题，我不知道了啦。哎，门你要缅甸拿560才可以拿到那个，啊，就是个人的问题了啦。你缅甸280-280不能拿。他本身已经是超过 redemption 的超过560，都不要了。我是讲啊，有这样的人吗？他不会啊，他不懂啊。你教他吗？不会，你要教他。假设我相信我肯定教他买呀。没有买他就没有，这么简单。他的 earning day 那边啊， earning day 那边 expire day 呢，就是全部花红就去跑去那个 redemption point。是啦，我知道他乱出来了，只要各自的 member 啦，你要注意哦，你现在是这样子的，他不买。尤其是 diamond 的人呢，很可惜的。对，这个是另外一个后台系统啦，这个我相信将来公司还会做到另外一个阶段，做到 auto 啦。还会 auto 投资，这个我曾经在跟大家讲过说 redemption point 应该是有一个 self generate 的一个 information， 一个通知给这些会员，他们哦，他有 redemption point 多少可以拿来买产品啊，这个我也跟大家讲过了。大杜他说这个是非常他应该是会去执行的，他曾经他跟我讲过这样。 OK， 好啊，所以每一个人将来可能是会知道他自己是哦，你有多少的人可以拿来买东西喽，这样子啊。Catholic bishops， 好啊。Mr. Lim 啊，真的。Mr. Lim 想要问一下，about 这个 e-voucher 的，要怎样的情形才能够用 e-voucher 来买呢？哦 ，e-voucher 是公司送，它就是说当你的去买啊，它已经是你要有 e-voucher 你才的，你不用去去买它了的哦，它已经是公司送你了，如果你没有 e-voucher 啊，你就不能买了的。哦，这样所有这样，比一个亿来讲哦，你买一个是560。你没有医保，这560你是不能买的哦。哦，明白吗？是，就是那4个月啦，新都会员那4个月。啊，如果你买4个月呢，你一定要买那个医保啊，其实他分掉你的医保这4的。哦 ，That means 说那个人来先说，他只是要 maintain 4。Then 他买百事的话 ，Then 他就用他的医保就百事了。哦，对，嗯，等于他280了。
Okay, that means 他 pay 百思 and then 他们 deduct 140 from 这个 voucher 啦。对对对。明白明白。Okay, thank you. 明白啊。啊呀。那么当你这个百思啊，那五百六可以给你用四次，六第五次你要再来买百思，你没有五百六了嘛，对不对？啊，你有两个做法咯。你有两个做法，第一个做法就是应该是最傻的做法，就去买一个百事的医保券咯，那个要钱买，这个是公司给 free， 为什么不要给 free？ 直接去下面一个户口，开一个新户口，自己 sponsor 自己啊，自己 sponsor 自己，变下线了，你作为变成你就是跳下去帮你的那个团队的人呐、啊。啊，你跳下去，你为了那要得了一个五百六就传车上来，你这个上面的那个第一个户口还是第几个户口，你又得了一个五百六，它就是 transferable 的。嗯嗯。Redemption point 是不可以 transfer 的。Okay, oh, that means the e-voucher 是 transferable 啦。Yes. 对对。啊。嗯嗯。Okay, thank you. 这样就解决了。除非你要缅甸啊，五百六，你可以少去五百六。啊，你买五百六这个医保是免费，就应该一直免费给你的。That means whenever 你买这个有五百六，你就会得到一个医保就五百六。less than 五百六， then you won't get 啦。哦 ，OK。那么你得了这个五百六的医保证，你可以转车去你另外一个户口，因为你那边要买百事，刚好没有百事医保证，从这个下面你转车上去咯。OK。Thank you. 所以我跟你讲哦，大家你们真正啊，如果理解我今天讲的第一个户口，你怎样最好都要去缅甸的百事，将你的整个团的那个 placement 的那个 volume 啊，来到那边变成你的，至少变成你的一个 volume， 在等着你对碰，没有人可以做去了的。如果你没有空空啦，他就跳跳跳跳，一直跳到有一个人缅甸的那一个人，他就吃到完了。这个就是 compress up 了 ，OK， 所以人家讲27层，我这样下去就没有了啊，没有，我跟你讲，很多人如果他没有去缅甸，你没有27层，可能很多层啊，他是挺 compress 上去的 ，OK， 就再讲多一次，你的第一层，假设你保健的这个跟第一层有一个人嘛，他已经有3000分，他一直买，所以他一直累积。那么你要一下子给他碰到完，你再在另外一个边，你也买一个3000分，就马上碰到完了。也可以是这样的，3% 的3000分直接拿300咯，他就碰到完了。因为我们允许你的同样一个户口哦，他可以再买这个，你的好像第二个户口你可以，这个礼拜买一盒，下个礼拜买一盒，这个所以变成4盒。四二的就是2240了嘛，所以它有2240。在你的那个第一个户口有2240左边，你又下个月你可以来买另外一边的时候，一直对碰到完了。我这者就是一下子买42142对碰到完了，就是在第一个 level 买了也可以的。它就是 guarantee 背到负，你的左边的第三层假设有10000分，第三层。左边有10000分，你就开一个右边，用一个 account 买10000分，它也是这样碰到完，还背负了，明白吗？你们听有我的意思吗？okay, 没有的话，我们就咕噜噜吧。好，古努力，三个提问啊。你学到一点东西啊。第一个就是刚才你讲的那个 block point， 他没有贴掉，没有去降那边闪灭那个。嗯。他就是有 block point 还是已经到了那边等着？啊，等着你去消掉它，不然公司不知道怎样啊。你到底要公交公司怎样？啊，就是有人转卖给他也好，已经有所拉卖要他去买东西，对不对？嗯，他的情况的时候就是已经是 active 了，所以那个时候他可以介绍人吗？第一，他还是会收到那个
sponsor 的只要他是 active 的 status， 只要他是 active 的 status， 他没有跑，他没有去 maintain 都不要紧的啊。他只要是 active 的 status， 他就是可以保证得了的。啊，因为他可能 point block point 他在那边先，啊，不但 point 不要紧，不但 point 在那边，就是说，他其实那产品可能不知道还放在哪里罢了。啊，他就是说迟一点，等一下我才转去，把它寄去某某地方，他的朋友、他的亲戚，所以他不要马上用掉，只是帮助给他 active 先，可以吗？帮助啊，帮助，只是他没有去买产品啊，他的那个只是今天假设你已经注册了，你给我一个五百六，啊，暂时我是不要拿货先啦，他意思，对，不要拿货 OK， 要确定的。不要拿货 OK 的，他只是暂时帮助，确定了地址，他才，对对对对，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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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你要先拿货，后面货不要拿。啊，第二个提问就是，他怎样去缅甸那个一百四十要美罗尼自己去做啦，不是公司 OK？ 不用缅甸的那个sponsor人，不用缅甸的。没有，他现在总还要自己去买那个百事哦，自己做。自己做也是他的。你 package 他去那个，刚才我在下面那边有一个 package 有没有？对。啊，你去那个 package 去了去买这个 purchase。可是你放140，他的什么 ？purchase 那边你，如果你是有用 RB 买，你就 RB 有一个140。如果你 R 你不要用 RB， 刚刚你的 redemption point 有，你的 RB 就放零咯。RB 放零 ，redemption point 放140。明白吗？没有，现在还要问缅甸，还是要用新的会员？他要买百事就对了。你总之你要买百事，百事是缅甸的。我们不要管那个缅甸嘛，你要买百事来讲哦，你就去那个 package 下面 click 了去做 back 啊 purchase。你一 click 那个 purchase 的时候，他们就会跳出一个表出来啦。你是要用 RB 买啊？它有了，它 item 有了 RB 还是你本身，你就会自己看哦。你如果是 RB 买，就是要放百事哦，或者两个加起来百事都可以。RB 刚好是有，你只有80，你的 redemption point 有60，所以80加60咯，就百事加上对啊那个医保这要百事一定的，它就加起来总共就是这个价位就是280，就是对了的。哦，对，也是要去江那边，就是要选产品。对对，百八啊，你买百事只有选一样罢了，没有得选两样了啦。哦，如果他是到6月底30号是说最要 expire 嘛，对不对？就是那当天一定要做，要超过12点，是不是？对，那个时间，对，有时间吗？啊，对对对，最好啦，我这个是我还没有跟他们都confirm啊，这个 system 它是到底真是刚好是11:30还是11点是12点哦？如果你不可以讲12点哦，如果它 system 是针对在11:30，你就12点就是可能它的 system 已经干掉你了，变下个月了。它是美国时间那种，是我们马来西亚时间，所以我是觉得不要浪费它，不要留到 last minute 啊！有时候还没有12点啊，我现在11点啊，8个字来做啊，但是未必哦，有时候可能我不知道那个真正的高代码。50分啊，50分就没有了。啊，我没有去查过。早一点吧。啊，这帮我最好是11:30。早一点就对了。啊，早一点啊，早一点啊，最好。早一点嘛。不要超过11点啊！你最好就是在最 maximum 到11点就做给他完了，全定了。全期的。最后一个问题。哦。第二个提问就是那个你的身份是怎样跑出来的，是不是因为有人没有缅甸的跳上去交给上面的人？那个 compress up， 但 redemption 不会没有的啊。我现在讲的是他买一个560，你的下面有每天都有人在买560，你上个月没有缅甸，那个560啊，都已经 compress 上去了的。但是 BB 不是 redemption point 啊。Redemption point 不可以 compress 啊， redemption point 是你所转到的，已经是你的了。我是怎样来的？是不是介绍？但是发现你赚的啦，你把那啊，你赚的那个 bonus 啊，真正的 bonus 啊，三千一个人啊，白骨啦，是发现的啊，那三千的。
再开那个图吧。38%我这边吧。38%了。对对，谢谢老师，还有你那个另外一个班的。嗯 ，OK OK。这样 OK 吗？不明白问到明白。啊，不明白问到明白。没有人问就是全部明白。每天有做的啊，这个可能一个月做两次还是这样罢了。我们每个礼拜有这个啦 training 啊。啊，我暂时我会一直每个礼拜做到一个时间了，你们会了，就从你们自己去那边啊去教育下面喽。啊，就传达下去了。等下这个 PDF 放在群了，记住啊。啊，会。OK， 好来，啊 ，Weekend， 丁古力，我问你，你讲用那个 credit card 还是 debit card 是要讲哪里做哈？去 wallet 了哦，你去下面的 wallet， 然后去 click 那个 wallet 了，你进去 deposit。哦。Wallet， 你去 click wallet， 你一 click 下去，它有跳一个出来，它有一个 deposit 的。哦、oh, ，OK， 然后去 deposit 那边直接做就可以了啦。啊，对。是 okay, 好，谢谢。明白啊。啊。然后你去那个 deposit 那公司就转移那个 RB， 自动去跳进你的这个那个 RB 咯。哦，这样子啦。OK， thank you。注册了啊，你要去 shipping at 那边啊，你们要记得哦，你们、啊、你没有填，他不会寄货了。你们注册了，你要公司寄啊，那个产品它到底要寄去哪里哦？很不幸啊，我们现在我大都现在在改了哦，我听到他这样子讲，每次你要改那个 shipping， 你要去你的母包改的哦，所以这个是很麻烦，所以应该下来是没有了，直接你的母包就是母包，你的那个 shipping 是当场你可以在那边改的，不用进去母包了的。啊，之前我们每次很麻烦的，每一次要换那个地址罢了，我们就要进去补包，换了又麻烦，又要换回来，啊，每次都有这个麻烦。现在是这个吗？还没有改过吗？那都已经跟我谈掉了，正在做着，我不知道了、啊。还没有好啊，暂时是用旧的系统。啊，当然旧的，就是每次你要换地址，你就要进补包换，进去补包去 area， 你要去改你的那个地址，要送去哪里的话，这个很重要。因为有时候你要注意，你要寄这个贺是给你的朋友嘛，你总不能够把你朋友的地址进去你的火包，换了你的朋友的地址在你的火包，然后才这边出现了，公司才知道去寄去那边，要过后你又要再进来火包，又再换回你自己的地址，所以这个是很痛苦的一个问题、啊、所以下期没有这个问题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没有了的，我们就到这边咯，好吗？还有什么要发问的吗？不明白可以问上线了。啊2:304:30了，两个小时，差不多了。我预算是差不多是这样。你问了几首啊？有 lucky draw， 都拿不到。可以开门给全部人去打八十。两个礼拜才可以啦。这个礼拜过了，我已经开出来了，都是假的。哈哈，别的问题哟，别的问大题。要算那个美金魔了吧？啊，先点讲时代里面有抽多少？先点讲时代里面有人问啊。有人问问题啊，间谍讲，我等下你问的问题，我间谍讲时代出多少是怎样讲的？时代 complete 付阿拉比拿多少啦？哦，那个没有计算，对不起，我没有计算了。有啦，刚才你开了吗？5000多吗？跟1万吗？都没有。哦，那我讲那个间谍讲哦，间谍讲哦，我讲了，我有人问问题，杰古林啊，有来什么问题？在哪里？那个看星期啊。星期啊哈哈，看的，哎，等一下，接几首开麦问了，Regina 问问题，在哪里？要问什么 ？May I know how long deliver？ 哦 ，May I how long？ 一天到啊 ？The product deliver 啊？啊 ，OK， 这个啊，第一天是应该是三到五天了。
啊，现在啊，我昨天我才去国联 service 啊，幼稚园 B 啊，我去集合去，我问他什么时候可以到，他到我嘞，他也不知道，他也不知道，现在火在播，他说最少都要天吧，一个礼拜吧，我听了傻傻的，这个时间你告诉我，昨天才跟我讲，我刷入很慢哦，我分享啊。不说是那天幸运啊，两天就拿到了，公司这边我的，这样可能是不说就现在更好了哦。李龙哥五天还没有到啊，我的反应啊，你看啊，看情况啊，我不知道啊，难度第一看情况啊，难度从吉隆坡在几天前他跟我讲，你明天应该会收到，到今天啊第四天了，我还没有看到那一个干灯到啊，进不刷入啊，啊。你不刷入 啊, 啊我不知道，我没有问他，他是跟我讲丁顾、哦、你应该是他是算两天后啊，你可以看那个 checking number 吗、哦、到北海的还没有收到啊，已经今天第四天了，最好是自己家囤货最快 啊, 啊就是所以你现在、哦啊、每一个公司都在用 post、啊、用那个鼓励了啦，这个就是问题了，这个就是问题了，可以设立那个 stocking 啊，有暂时有摩巴了，有摩巴了，要上路比，但是摩巴你们就要搞一个交易的，搞一个对，相机 set up 哦，这样子哦，问上线了，啊，问上线，他没有在这个 plan 里面的摩巴，啊，他没有在这个 plan 里面的，这个是另外的，我另外跟大杜谈的，说要帮，因为这个是暂时不了，暂时帮助很多领袖他们方便里面的。我在外面总动他们也快就一直等这个古乐 service 又麻麻烦烦这样子、哦、so my friend, 又多了一点点的一些力度呢，我想说 OK 这样没有我们就休息啊，好吗，好，这样今晚我们就休息我的这个产品吧，啊，今晚还有没有啊，啊，今晚休息了吗？还有啊？啊，休息啊，休息啦。啊，休息一天呢、啊。啊，休息啦，好了 ，OK， 好，礼拜如果做白天就晚上没有了。明天呢？明天没到多久 ？OK， 这样我们就讲讲 good evening 了啦。OK， 啊，可以啊。好，那多要补充啊？没有，说的非常好，说的非常，结束、啊、说的非常的紧。哦、嗯，我没有别的要补充了。要慢慢看啊，那个 PDF 讲太多，脑也不能细太多了。这个我做了，我传达出去了的时候，你们就慢慢去摸，你就会有的啦。啊，慢慢去看啊，慢慢去看就对了。就是，这个工作心情工作，我是幸亏我去摸到一点，不然我根本都不知道。你说啊，这个包办可以了，很详细了。OK 啊，里面啊，全部几面，38面啊。我不知道，我去看一下。一面一面读啊，我到位啊。读书就对了、啊，就好像读书啊。OK， 要赚大钱啊！我们就 good evening 啊！好，嗯。